那两个修仙之人一样。拦住冰花脸！我要跟我爹报仇！小恶妖，说什么？等等，你不要杀他，他不是恶妖，他是善妖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小猪妖，快走啊！我要跟我爹报仇！孽畜，说，为何多见？凤喜，放开凤喜，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今日死无葬身之地的，怕是你们。你站着等我。他们一个妖兽，一个剑仙，这是仙乃大尼派过去干什么？咱们赶紧走！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。他救过我，我怎能不义？我要去帮忙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妖怪，赶紧住手！不然我就杀了他！别管我！住手！不要杀他！妖畜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你们休要伤害我妖！风心，天河，丽莎，你没事吧？